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59面，259面。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，从经文看起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，信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生念。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这一章啊，也就一愿啊。我们看念功的注解啊，又第18，甚念必生愿。日指日本啊，净宗古大德交梁注经于经中，就是除这一部经之外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呢所说的一切经啊，叫于经，华严独真实啊。若与此经相交，就是互相比较呢，则此经为真。这是一层一层的比较，这是第一层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啊，就讲经教学，一直到老人家圆寂啊，他是79岁圆寂的，30岁开始讲经，一生呢讲经教学49年啊。这经里头也常说啊，这个。说法了，是300多会，49年。49年没有一天休息，身口意。3轮宣说啊，身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叫身教啊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呢所说的，他全都做到了。啊，他没有做到，他不会说。啊，说的是先做到。然后讲解给大家听，这是佛菩萨，这是圣人啊。啊，如果说了自己没有做到，那叫骗人啊，没有人相信他啊，佛统统做到了。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？可以作为49年说法的代表啊！这一桩事情，隋唐时代，日本人啊，多半是日本出家的，在家也有。
到中国来参学，现在说留学，回去之后把佛教带回去了，在日本先后建立了13个宗派，比中国还多。中国大小乘总共10个宗派，日本13个宗派。他们这些祖师大德，多半呢都是智者大师的学生，跟善导大师的学生。就日本人最崇拜的是这2位大师。智者传天台，法华宗，日本念法华经经体的人很多，南无妙法莲华经，他就念这个，念佛的很多，弘扬无量寿经的比中国还要甚，无量寿经的注解有20多种。中国才只2种，那么他们研究比较，几乎公认的是《华严经》，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法，所以《华严》称之为根本法门。早年方东美先生他给我们介绍华严是佛经哲学概论，也推崇它是佛法里面的第一部经，因为在中国10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派的教义都在华严里面，所以称华严为根本法轮呢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那么华严经跟这一部经做比较呢，那这一部经是真的，这就是超过华严了。为什么？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也就是说53参呢，善财童子最后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是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华严到最后还是归无量寿，还是归阿弥陀佛，这就变成第一的第一了，真正是世尊出世所说的第一经，前面我们看到过，黄念老老引用善导大师的话，善导大师说过，如来所以心出世，唯摄弥陀本愿海，这是中国人讲的，他的意思，十方世界一切菩萨成佛，成佛之后一定是弘法利生，讲经教学，讲什么呢？唯摄弥陀本愿海，就是这部经，就是无量寿经，跟我们前面这个读的诸佛称赞愿的意思完全相同，为什么诸佛都讲这个经？没有别的，这个经是一切普度
不像其他的，就是华严经。啊，真正够得上学华严条件的人，是41位化身大士。这个意思，华严度的是上上根人，不是普通人呐。上上根人10000人当中难得找一个，恐怕一个都找不到，真不容易。而这个经呢，通通度，上上根也度，下下根也度。啊，西方世界4徒3辈9品，就是把所有众生全都包括了。啊，所以它比华严还要真实啊。我们再接着看，这又本经诸大愿与此愿相交，这此愿最为真实。啊，这都是祖师大德们他们宣说的。啊，这一部经在这一品里头第六品，啊，法大誓愿第六。这里面给我们讲的总共有48愿。48愿哪一愿第一呢？这找第一了。这些祖师大德给我们的资讯也是第18愿是第一。啊，我们记住一个总的原则：如来出世，应化在世间的，来干什么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就来干这桩事情，是来普度众生的。那哪一个法门才真正做到100%的普度呢？只有这一步。而这一部经里面什么地方讲到普度呢？就是这一愿。啊，这个第18愿。你看这18愿说的这多么简单。啊，十方众生闻我名者。下面谈了3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，智心信要。啊，第二个条件呢，愿生我国。啊，头一个条件你真心相信呐，喜欢极乐世界呀，喜欢这个法门呐。第二个，你真的发愿呢，我一定要去啊。第三个就乃至10年，你看看，那多简单。啊，所以偶遇大师讲得好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啊，至于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，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。这句话要注意到，持名功夫的前身，不是念多少。啊，念佛念多少没关系。啊，重要的是功夫前身呢。功夫是什么呢？那个佛号能扶得住烦恼啊，那叫功夫啊。佛号能把烦恼念断了，上乘功夫。能把烦恼控制住了，不起作用了，这就能往生。啊，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烦恼断可不容易啊！要说断烦恼的时候往生，那往生的人就少了啊。那有什么资格呢？至少要阿罗汉。你看，
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没断了，啊，那阿罗汉以下都不能往生了。这一愿告诉我们，十念能把烦恼控制住，都能往生。啊，这个十念是什么时候呢？临终的时候，临命终的时候，最后十念。啊，最后这个十念是清净念、清净心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。啊，符合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，就这十念啊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这相继啊，净念是不怀疑不夹杂就成了。啊，我们早年在美国送一个不能算居士，因为他没有学佛。啊，周广大先生啊，这个人是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什么宗教也不相信。在美国开了个面包店，啊，得了癌症，啊，医生给他宣布，没法子治疗了，啊，让他家人把他带回家去，啊，告诉他，啊，想吃什么都给他吃，啊，他的寿命呢只有几天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家人着急，家人也不相信啊，所以说是病急乱投医了。啊，医生不收了吗？医院不收了吗？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净宗学会，他就找到我们，问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他。啊，我们有几个同学就看看，确实。他是没有办法再恢复健康了，啊，就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，讲给他听，他听了很欢喜，啊，你看这有善根了，啊，他能接受啊，听了欢喜，就告诉他家里人，不要再去找医生啊，给我找什么药了，大家通通念佛，啊，送我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看。这个念头转得多好啊！啊，证明这个十八愿是第十八愿是真的，十念必成呐！啊，那么家人，我们学会的有几个同修都帮他助念。这一念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家人，本来癌症是很痛苦的，啊，要打那个麻啡这些东西，那就不痛了。啊，念佛就不感觉痛了，很舒服。啊，这个药物都不用了。三天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他走了。啊，不止十念了，啊，三天三夜，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了。最后的这个三天了，啊，他能往生。啊，往生的时候瑞相非常好，全身柔软。所以这种往生本身必须也具足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，头脑清楚，不迷惑。啊，人要病重的时候迷惑了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啊，那个真是助念都帮不上忙。啊，非常困难。所以第一个头脑清楚，这他的福报啊，这一生呢，善人呢，善有善报啊，啊，
走的时候头脑清楚。第二呢，要遇善知识。啊，要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你。啊，你看，这个缘他遇到了。第三个条件呢，听到这个法门，要相信，要发愿求生。啊，要跟着这个助念的人一起念佛，啊，这个他都具足了。啊，这往生净土，缘具足了，他就成就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这样殊胜的缘，也是一万人当中难得找一两个，不简单呐！啊，我们看看到医院看看就晓得了。你看那个人临命中的人，几个人头脑清楚？啊，绝大多数眼睛张开了，看看你不认识，啊，连自己儿女都不认识了。啊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又何况现在这个时代，老人痴呆症特别多。啊，一痴呆了，助念就没法子了。啊，就是连一生信佛念佛都有困难。啊，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情执断不了啊，怨恨忘不掉啊，啊，还有一些杂事情放不下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阿弥陀佛不会等你的，你不去就算了。再等下一次吧，啊，下一次那就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了，啊，非常难讲。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，这一生当中一定把这个机会啊抓到，啊，决定不能错过。我们看念到底下提醒我们的，盖表此愿乃真实中之真实也。这一句话太难得了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愿大乘佛法普度众生真实当中的真实，几个人有这样好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能遇到啊？啊，确实像开经记上所说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抨击清居士所讲的无量界中，稀有难逢的一日啊，你遇到了。这个缘多么殊胜，下面就是重要这个经文的重要的几个字。第一个是智心信要啊，智心，什么叫智心？至诚之心，至极之心也。啊，至诚。
200年前，曾国藩先生给这个臣下了个定义。什么叫臣呢？一念不生是为臣。那要用这个定义来讲，什么人能做到啊？化身菩萨。为什么？他确确实实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完全放下了。这叫至诚至寂呀。真诚到了基础啊。这是真心。这个不是妄心。真心能心一切法。整个宇宙真心现的。我们这个世界也是真心现的。谁的真心呢？自己的真心。真心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。真心就是真如本性。那在此地，我们在修行功夫上来说，这就讲第二义了，这不是第一义。前面说的是第一义。在用功的时候，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两句话。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就是智心。至诚不怀疑，不夹杂。至极，那是一念不生，是为诚。金光明经文句，文句是的注解，里面有个解释：至心者，彻道心源，尽心实际，故曰至心。那他这个意思也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实际就是本性，心源也是自性，都是讲明心见性的，这个时候才智性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一定要向它靠近呐，距离越近越好。怎样靠近？要放下万缘。我在最近也有二三十年了。常常劝勉同学们。最基本的，我们要想念佛功夫得力，首先呢，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名闻利养，要放下五欲六尘。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。要把这些东西放下了，还得要放下贪嗔痴慢，尽量的去放。这16个字都放下了，
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，这十六个字统统放下了。有没有入门呢？给诸位说没有。啊，这十六个字做到了啊，你在佛的门口。啊，我带你们到门口。啊，那就差一步啊，你就可以进去了。进去，我这个标准不行。我这个标准只能到门口。啊，进步呢，要用佛的标准，要用经典的标准。啊，经典标准比我的标准高。啊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我这个标准做不到啊，经典标准你是决定做不到的。啊，经典的标准，见思烦恼啊。啊，你得要断这个，把这个东西放下了。啊，见惑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三界88品，啊，世尊教学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为5大类，就好记了。这5大类头一个身见，不再执着身是我，对，身见就破了。啊，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因为你有身见，啊，执着身是自己，太苦了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？就从这个执着变现出来。这个执着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。啊，你看啊，有许许多多人，包括念佛的人在内啊。啊，临命终时还执着身是自己，不肯放下。佛来戒瘾，去不了啊。你爱这个身呢，你不会跟佛去啊，你麻烦在此地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这身是假的。啊，佛讲得很清楚，身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。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衣服不是我。啊，你要认清楚，身体也不是我。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，啊，年岁大了，这身体不太好用了，用旧了，用旧了换一个嘛，啊，换个新的嘛，啊，在六道里面轮回就是换身体啊，所以身体不是自己。啊，换身体自己又做不了主，这就很可怜了。啊，自己能做得了主的，啊，那是谁呢？阿罗汉以上的人，啊，四圣法界的人，他自己可以做得了主。六道凡夫自己都做不了主啊，啊，乃至于无色界天人，他也做不了主。啊，无色界的寿命长啊，啊，长也有尽的时候，寿命尽了，他就往下堕落。啊，如果他能做得了主，他怎么会堕落呢？啊，怎么再去搞轮回呢？这做不了主啊。
啊，我的意思就是主宰的意思，啊，自在的意思。这两个意思，我们这个身上都没有啊。啊，佛法里面有没有说我？我们在前面读过了，确实，大般涅盘里面有常乐我净。叫四德啊，有化身、般若、解脱，叫三德啊。这三德里面都有啊，个个都具足常乐我净四德，四德啊，有真的。真能做主，真得自在啊！所以这些都要清楚，要明了啊！不执着这个身啊，不留念这个身体啊，身体都不留念了，何况身外之物啊，身外有人呢，你自己有家亲眷属，你也晓得，你家亲眷属那个身体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也做不了主，他也不能保住。啊，由是可知，人在世间不能不修德，不能不积德。那修善积德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你将来换身体就越换越好啊，啊，比现在好啊。啊，如果不修善不积德，你换身体就越换越差了，啊，来生会换成畜生身，换成恶鬼身。啊，那就差很多了。啊，所以这些都必须要明了啊，要搞清楚啊，所以要破身见啊，要破边见，边见就是对立啊，这个念头不好。这个念头是所有烦恼的根源。啊，放下对立，这烦恼就去了一大半了。许多烦恼都从对立里头产生。啊，所以这个念头非常非常不好。啊，对别人不利，对自己更不利。啊，你冷静去想想。对别人不利只有三分，对自己不利有七分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再就是成见，我们今天讲的主观观念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错在哪里呢？大乘经教里面佛告诉我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成见是错误的。啊，一切法不可得嘛，无所有嘛，你这个成见不就变成妄想吗？无论是因上的成见，果上的成见，通通是妄想啊！啊，这个东西要放下了，啊，你才能够证得虚脱还苦，啊，小乘虚脱还苦。大乘里面呢，像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
摄性位的菩萨，初心，你真的入佛门了。虽然是小小人，刚入门，像小学一年级。经常告诉我们，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了。虽然还在六道，还没有能力出六道轮回，但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已经证得这个初性位的菩萨，须陀洹，小乘须陀洹，他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位不退也，他只有往上提升，他不会往下堕落。他有七情，天上人间最多七次，他就超越六道轮回。如果在这个阶段当中，他要念佛求生净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们不生在凡圣同居土，因为他是圣人，他生在方便有余土，不一样啊。方便有余土里面下下品，超过凡圣同居土的上上品，他在凡圣同居土上面了，所以应当要放下，世间人最难的是情执。情执比其他的还难放，一切都要放下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别当真，你就自在了，你心里就清净了，烦恼轻，智慧就长了。下面解释几个字，彻，在上面。金光明文句里面说，至心者彻道心明，尽心实际，故曰至心。下面解释几个字，彻，彻底的意思，道是到达的意思，即游子道家之道这个比喻很好。家是哪里呢？极乐世界是家了。没有回到极乐世界，都在外头流浪啊。六道轮回是流浪啊，设法界也是流浪啊。回归到极乐世界，这就真的回家了。由此到家了。心源自心之本源，尽穷尽，实际即本经中真舍之际这些前面讲的很多，就是真如自性这个心源也是真如本性都是说的一桩事情。性要他的意思是性顺，完全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随顺佛陀的教诲，所闻之法呢，而爱要之，这个不念落，念要是爱好。
非常的爱好，啊，皆信心欢喜，就这意思。啊，又智者真也，诚者实也，信者种也实也，信者真啊，真也实也，诚也厌也，满也中也，它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，这个信字啊，可见的我们用这个标准来检验自己的信心，你就会知道我们信心不足啊，这个信心是不是真心？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实心？是不是诚心？啊，都有问题。是不是通过检验，不是迷信？啊，是不是圆满的心？是不是忠心？这个忠，你看心字里面有个忠，不偏不斜，这叫忠心啊。拿这些字来检验呢，就知道我们的信心呢不圆满了啊。所以我们念佛还是没有感应，啊，性里头有问题。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，我们那个镜子里头不圆满啊，有疑虑在里头，有夹杂在里面啊，不但是念佛有夹杂，我们信心有夹杂，我们的愿心也有夹杂啊，可见功夫不纯啊。啊，感应就不现前了。如果真正做到啊，信心清净的时候，大势至菩萨讲得很好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是感应啊。信心清净是因啊，诸佛现前是果啊。啊，我们没有见到佛啊，啊，佛在哪里呀？一切时一切处他都在呀，佛没离开我们呐。啊，只是我们跟他的频道接不上啊，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信心呢，真不容易啊！我在早年出家，啊，我33岁出家的，35岁受戒的，啊，佛门里面规矩。受完戒去拜老师，啊，离开戒坛，回去之后拜老师。啊，我的老师是居士，不是出家人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。
啊，我的经教是跟他学的。在佛法里面来说，我们的关系，我称他做和尚。啊，他是我的和尚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和尚这个称呼，出家可以称呼，在家也可以称呼。啊，比丘尼可以称呼，在家女居士也可以称呼。这是印度话，意思是什么呢？翻成中国意思就清教师。你的法是跟他学的，他直接指导你的，这个人就是你的和尚。啊，所以佛门的称呼一定要晓得他的意思。啊，一说和尚都是出家人，错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和尚什么意思。啊，出家人是比丘、比丘尼，啊，这个在家人不能称。啊，注意要知道，和尚能称。法师能称，啊，阿舍利都可以称，这是佛教名词都可以称，哎，只有啊，沙弥、沙弥尼、比丘尼、比丘，这个一定是出家人，啊，这在家人不能称，啊，所以诸位从称呼上你就了解，佛法是私道啊，那不是宗教。啊，和尚是老师，清教师，现在的是大学里头指导教授。啊，学校老师很多，啊，不是亲自教过我的书的，不称和尚，再称阿舍利。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称老师。啊，指导老师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。他是我们学校老师，没上过我的课。啊，所以有分别的。啊，通称法师。啊，法师未必上我的课的。啊，我未必跟他学的。啊，但是称和尚呢，那就是一定是你跟他学的了，这位老师。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称阿舍离，那是很尊敬的称呼。虽然他没有教我，但是他的德行啊，他的学术行持都能做我的榜样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念老这里解释得很详细啊，解释得很清楚，让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，我们的信心真不真？啊，我们的愿心啊，这个修学精进啊，都在此地找得到标准。要者欲也，愿也，爱也，悦也，欢也，喜也。和也，庆也，你看说这么多。那讲爱好啊，爱好到什么程度？这里是分等级的。啊，这八个字。里面前身意义不一样啊。啊，我们对这个法门，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喜爱它。啊，喜爱到什么程度？喜爱到极处，那是和也庆也。啊，要恭贺自己，要庆幸自己，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天遇到了。
你说多么欢喜啊！故智心即是真实成满之心。啊，愿欲爱悦之心，欢喜庆幸之心，以如是之心而信之要之，故谓智心信要啊。这就讲一个字啊，信。啊，我们如果对这个法门真的相信，啊，到这个程度，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就有感应了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那怎么会一样？啊，我们今天也信，也发愿。古人所说的“露水道心”，不欠故啊。啊，李老师有一天讲经的时候。啊，我们有个同学也在听。突然有个人来报信，他家邻居的房子失火了。他这时候怎么办？是还继续留着听经，还是赶快跑回去救火？那这马上就考验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朋友很难得。啊，他听了之后知道了，叫他打发回去，还是继续听经。经听完了之后再回家。这就不容易啊。啊，有些人一听到的时候，有些事故他就。心就乱了，啊，像这些地方呢，考验你的信心，啊，你还是顾及你家的财产重要，还是这个求道的心重要？啊，所以那个真心呢，很难得了，非常非常不容易啊！啊，真心那就真起作用。善根，身口意三业之善，固不可拔了。啊，你看身口意。就是十善业啊，讲善根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是根啊。啊，根在意里面。如果真的不贪不嗔不痴，他身三善自然就做到。不杀不盗不淫，他就做到了。啊，口里面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，他做到了，真做到了。啊，如果
这个意里头没有这三个根，身口就守不住。啊，我们今天特别在三善根里头再加个两条。啊，我们要好好守住。啊，这两条就是傲慢怀疑，叫贪嗔痴慢疑，叫五个善根呐。啊，疑特别对圣人教诲。啊，傲慢是非常非常大的障碍。一定要学谦虚，学恭敬，啊，事出世间一切善法，都从恭敬当中得来。啊，印祖说得好啊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二分恭敬得二分利益。啊，老师在课堂上课，学生很多。这一堂课下来之后，每一个学生得的利益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于课程，对于老师，恭敬心不相同。十分恭敬的那个学生，他就得十分。三分恭敬的学生，他就得三分。没有恭敬心的这个学生，什么都没得到，一点都不假了。2000年前是汉朝，啊，汉朝有个大儒。郑康成，啊，郑玄，啊，年轻的时候读书，他的老师叫马融，啊，也非常有名，啊，《汉书》里头都有传，啊，官也做得不小，相当于现在的部长，啊，也是大儒啊。啊，学生很多，跟他学的人很多。这个老师很厉害。啊，老师常常提起他的学问，学生当中只有一个人完全学去了，就郑康成。啊，怎么学？怎么看出来呢？修学的心态，听课的时候专心，3年，从来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的时候眼睛看看外面，要看老师的，专注啊！啊，在课堂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。所以老师对他很佩服，老师也预料到他将来这个学生的成就超过自己，果然没错，真超过他了，超过他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就看你能不能专注。啊，这些细节里面呢，能够看出一个人。啊，所以这三，这个善根呢，是身口意三业的善，固不可拔。啊，坚固啊。又善能生妙苦，生于善。
故曰善根。啊，你看，这非常明显的，不贪的果报是大富啊。不嗔的果报是慈悲，不吃的果报是智慧啊，就他能生妙果啊，于善，所有一切善法都从这个三善根出生啊，所以它是一切善的根本。信心这两个字连起来，纯疑之心也，净念相继之心也。啊，这个心是当念头讲，每一个念头都清净，每一个念头都善。啊，回向。这里大家要注意到，因为常常回向啊，不知道回向的意义啊，这个地方说出来，回者回转，向者去向，回转自身所修功德，而去向于所期，期就是我们所希望的。为之回向。所以回向啊，一定要有功德。你自己所修的没有功德，拿什么去回向？那个回向是有名无实啊，有名无实的回向是欺骗人的，自欺欺人的，那就错了啊！啊，所以。我们要有真实的功德啊！你们听经，听经有所领悟，这是功德啊！明白了啊！啊，明白就破迷呀，所以破迷开悟。啊，破迷开悟有大小不一样啊。小的是小功德，大彻大悟是大功德。那这一悟啊，就是修啊。这一悟了是把自己的错误立刻就改正过来了。这是个真实功德。啊，譬如我们听了经了，哦，晓得。贪是烦恼，贪是恶业，啊，世间人现在哪个没有贪心？他能贪得到吗？啊，给诸位说，决定贪不到。那有人贪，他得到了。得到是他命里所有的，他命里没有的时候，他决定贪不到。啊，是比如贪财，十个人去贪财，哎，有两三个人得到了，其余的没得到啊。如果说贪心会得到财物，应该十个人都得到才对啊。啊，为什么有很多人得不到呢？那命里没有啊。错误了，不贪就发财了啊！所以佛教导我们那是真理，一点没错啊！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居士来看我啊，他在国内做了很多好事
啊，捐助很多钱，办了很多慈善事业。他告诉我，啊，他收入是越来越多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这是正常的。啊，越来越多啊，你就越去做好事。啊，你就对了。啊，越施越多啊，这讲钱财。啊，发布施呢？发布施长智慧呀、啊，智慧天天在增长啊。无微不施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。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。啊，你看，你求财，啊，求智慧，求健康长寿，有方法，正确的方法，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。啊，如果你在这三方面都吝啬，那这三方面的果报你都得不到。啊，凡事它有个理，啊，理明白了，这就是破迷开悟。啊，觉悟之后了，再不干糊涂事了。这就是修行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啊，能够改正错误啊。啊，这是真修行。这是积的真实功德，用这个功德回向。啊，现在我们所回向、所期望的，佛门里头有一句总的目标：法界一切众生圆满成佛。这个愿望很好啊！啊，你想想看，那多大的功德？这功德到哪里去求啊？念佛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功德大啊！平常，我们起心动念不为自己，为一切苦难众生，为现今多灾多难的地球，我们给他回向，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。现在我们很清楚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用科学给我们证明到啊，水确实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，都有受想行识啊，也就是五蕴的体是五蕴的啊，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精神，再小的物质啊，小到现在量子学家所观察到的叫小光子，比基本粒子还小啊，他也具足了色受想行识，叫无蕴。啊，无蕴的发现，在佛法，在大乘呐、啊，对，三千年前呢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。
华严大疏啊，大疏钞二十三，记得第二十三卷里面啊，有讲到这里。回者转也，向者去也。转自万恒，去向三处，故名回向。这个下面设三处，三处为众生、菩提以及实际众生，是法界一切众生。众生两个字的意思要懂得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。众生的范围太大了，我们的身体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啊，这个地球也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。啊，我们的太阳系、银河系还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。它包括了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生物。到微生物，有没有无生物呢？啊，我们讲矿物，矿物有没有生呢？在佛法里界们通通都是有啊，众缘和合吗？啊，为什么？这现在量子力学家知道了，科学家将这些物质分析成分子，原子、电子、核子啊，分到基本粒子，现在又分到小光子，佛法里面叫极微之微啊，那就不能再分了。极微之微还是具足五蕴受想行识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它还是众缘和合而生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量子也叫小光子，它还是有机的啊。现在叫有机，就是说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因为它具足了色受想行识啊，小光子也具足色受想行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它能看能听，我们起心动念它能感受到，整个宇宙是活的呀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呀。佛法在3000年前讲的，
现在科学都把它证实了，证明佛说的不是假的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回向众生呢，那是变法界虚空界，这是大宇宙啊。第二个呢，菩提。菩提是自觉，觉他。自觉之后，帮助没有觉悟的众生。这是自然的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跟自己原本是一体。这个要承认。为什么呢？一个自信，我讲真如自信，真心是一个。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。所以2500年前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老子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这一句话以后佛经传到中国来了，被证实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实了。确确实实是一体。既然是一体，我们觉悟了，那边还没觉悟，像身体一样。突然有这么一块地方麻木了，麻木就不觉了。那我们已经觉悟了，一定帮助他恢复知觉。这是自然现象啊。你局部麻木了，你能不帮助他恢复吗？一体嘛。所以佛家讲慈悲叫无缘大慈，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。同体大悲。众生跟我是一体嘛。怎么能不照顾呢？他不照顾，认为他跟我没关系，这是在迷呀，没觉悟啊。真正觉悟了，都不是这样的呀。尽心尽力的帮助他，照顾他，帮助他破迷开悟。帮助他认识自己，自他不二这是佛法。这佛法说穿了没别的，就认识自己。认识到什么程度？认识到整个宇宙是自己。那就成佛了。整个宇宙是自己。这是菩提的意思。以及实际，实际是自信。要求自己在回向要求自己，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。见性就叫做佛，所以见性成佛。菩萨帮助别人，要帮助到什么程度呢？也要帮助他到明心见性，就圆满了。没有明心见性，他的迷惑
还没有断干净。啊，迷断干净了，就见性了。啊，通常大乘教里面所说，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在华严经上，实际上它的地位是初住菩萨。啊，那真的叫成佛了，啊？为什么？他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也断了。啊，无明是起心动念，他在任何境界里头，眼见色而闻声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这真的成佛了。啊，可是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尽啊，但是无始无明习气并不障碍他的智慧神通道力，不障碍啊，他能够像究竟圆满佛一样的面对着变法界虚空界啊，众生有感他就能应，像普门品上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什么身啊，虽现身虽教化众生，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如果起心动念，他就堕落了。啊，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在教化十方一切众生当中，慢慢的、自自然然的，无明习气就淘汰尽了。啊，淘汰尽了，那就是妙觉位了，就是究竟圆满佛了。啊，这才回归到自信。啊，是究竟圆满。这叫实际。啊，所以实际的意思有浅有深呢。啊，浅是明心见性。深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啊，所以在十报图里面修行，因为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所以他就没有变化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就这种状况啊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说我们这里生像小孩一样慢慢长大，不是的，它是化身啊，莲花里面一开，那身像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这前面我们读过啊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！我跟诸位说了，那是报身佛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完全平等啊！所以极乐世界众生不生烦恼啊，那大家一样样都平等，不有一样不平等。啊，你相貌平等，肤色平等，体质平等，那找不到不一样的东西，永远不老，永远不衰，
啊，连花草树木都是，永远常青。那为什么它没有变化？啊，不像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啊，它刹那刹那都在变化。啊，人慢慢变老了，啊，树叶慢慢就变黄了，就落掉了。啊，它随着四季变化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。啊，寿命很长，多长呢？三大阿僧祇劫。那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呢？以后真的无量寿了。啊，回归到常寂光了。啊，真正回归到永恒。啊，常寂光起作用，不是不起作用。啊，常寂光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啊，我们讲三种现象都不是，啊，不是自然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啊，众生有感，它就现象。啊，我们今天见的山河大地，见的所有现象，都是我们的心有感才现象。啊，我们的念头不一样了，这现象就起变化了。啊，所以是境随心转呐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居住的地球病了，病得很严重啊！啊，他为什么会生病呢？那用我们的话说，他生气，气坏了。为什么生气呢？我们居住在地球上，人不争气吗？全干坏事吧。啊，他忍受不了了，所以他病了。那怎么治他的病呢？我们能够改邪归正。你看科学家告诉我，改邪归正。啊，气卧阳善，端正心态，地球就欢喜了。真的欢喜啊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懂得人的意思吗？你看我们爱护他，你看看那江本博士实验的那个图案多美。我们是讨厌他，他的图案就很丑陋。啊，地球也是这样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所以我们造作种种不善，惹他生气。啊，现在这个身体气坏了，到处都有毛病。啊，我们果然能够回头是岸了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他就有救了。啊，所以今天的社会必须要恢复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要恢复英国教育、宗教教育。啊，才能帮助这个世界，啊，这个社会也恢复安定和平，帮助地球恢复健康。啊，不回头，麻烦就大了。真的，地球会展现出末日来了。啊，那人类是空前的浩劫，没地方可以逃啊！
下面往生论注，下是下卷，往生论是两卷，回向者回己功德，普施众生，共见阿弥陀如来生安乐窟。这个往生传完全是修学净土宗的，所以回向的目标不一样。念念的跟佛一样，佛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目的就是戒引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满成佛。所以修学净土的同学，我们的愿呢，要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也是念念期望一切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世间愿中回向二字之意，这把两个字的意思解释出来了。经文里愿生我国，即回向之故地。这个在此地，它这个是有念号。在此地我们念鼓，号是鸟，鼓是射箭的箭靶中心，当这个讲，愿我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国土，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心。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念佛往生净土。底下讲生念，生念者，如《观无量寿经》曰：“具足生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前注曰：“前注。”是丁佛宝居士他编的，他说十遍称名也，那么这十念就是十句，十句念阿弥陀佛的佛号，往昔曰：“今生念前，专称名号为生念也。此言念者，未称南无阿弥陀佛。今此六字情名一念，以上经论一同。”都经跟论里面都是讲十句名号。这个生念法，我们在日常念佛当中，古人有教导我们生念法，对哪些人讲呢？
工作非常繁忙的人，没有时间做早晚课，那就叫他早晚晨运。早晨起来，家里面有佛堂，面向佛堂啊，或者念十句阿弥陀佛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身念当中没有疑惑，没有夹杂，这就是真实功德。如法，为什么呢？跟这个第十八愿相应。而且自己很清楚地知道，这一念具足四十八愿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四十八愿都不要了，我只要这一念，那你就错了。日本有这么一个法门，叫本愿念佛，就是本愿就是第十八愿，他其他的愿都不要了，就这一愿。这是错误的。我相信日本当年祖师传这个法不是这个意思，后来越传越火，传错了。念佛的观念心态重要啊。你看科学家教我们应付这个灾难，里头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端正心态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如果我们四十八愿只要这一愿，其他的都不要，我们就错了，我们的心态发生错误。要怎样端正呢？这一愿具足四十八愿，这就对了。那是更好的呢。这一愿具足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无量法门，那就更正确了。这是真的，跟经完全相应的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抓住这一念，其他都不要了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所以这个心念呢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念的时候要真诚，要恭敬。念的时候，如果要真正累积功德呢，要把这种真诚恭敬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自己的生活，对自己真诚恭敬，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真诚恭敬，你真正是弥陀弟子了。阿弥陀佛自然欢喜啊。如果我只有对阿弥陀佛至诚恭敬，别的算了，不要去理他了。阿弥陀佛会叹气，说你怎么样糊涂啊，你还没有觉悟啊。觉迷就从这里分。
啊，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决定正确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是自性嘛。你在相上见到性，那就是明心见性，那真的不是假的。那在一切万物上，万物通通是自性。啊，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遍法界。啊，所以这个身念有效。啊，我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啊，我提倡了一种身念法。啊，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学习。啊，他们告诉我非常有效果。啊，简单，不费事。啊，就是十句佛号。啊，念南无阿弥陀佛行，不念念阿弥陀佛也行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十句。早晨起来念一次，晚上睡觉之前念一次、两次。三餐吃饭，人家是念供养咒，我们合掌吃饭的时候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也念十声阿弥陀佛。你看这一天三次了，啊，这就七次了。你工作的时候上班，啊，念一次；下班的时候念一次；下午上班下班都念一次，一天九次。一天九次。可不能忘记，到时候你就会念，养成这个习惯，非常管用。时间短呢，两分钟就一两分钟就念完了，啊，效果非常殊胜。啊，我这个方法从哪里学来的呢？从伊斯兰教学来的。我在新加坡。有一次到马来西亚，啊，去讲演的时候，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听到这些回教徒们在做祈祷，他们是一天五次祈祷，啊，可是他祈祷的时间并不长，大概是五六分钟，啊，一天五次，一天都不会缺的，无论在什么。时间一到，他马上工作放下，他就做祈祷去。我看了很感动啊！啊，那我们念这个身念的时候，比他更简单呐！啊，我们九次比他更多。啊，真的很有效果。啊，很简单，很容易啊，确实有效果。这十念十句佛号的时候，摄心呢，把所有妄念放下，啊，你一心就称念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很好啊，啊，乃至十念，啊，指称念名号下至仅得十念者，一大王子，啊，我们的十念一天九次。这个身念是用清净心念啊，很多人一天念到晚，一天念几万声，他虽念佛，他有杂念，有妄想掺进去，功夫还比不上身念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念佛念的很多啊，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啊。说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啊，比不上神念的净念相继，他神念是净念啊，净就是什么？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是净念啊，啊，十句一句一句相继不断的净念相继，我们符合
大势至菩萨的开示啊。啊，一天九次就很不错了，这九次是固定的，一次不能缺的。啊，除此之外，你有时间念，那个不是正课，啊，叫闲课，空闲的时候，啊，你可以说念的时候最好也是用十念法。啊，印光大师以前教给我们，啊，念佛怎样摄心，他念十句，如果十句。你心里要计数，要十句的时候，还是分心。啊，那他老人家教给我们呢，叫三三四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很容易的。啊，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最后是念四句，这样念法。啊，清楚，句句清楚，又不需要用心去记。啊，因为十句啊，这个记的时候，你还得用一点心，要用一点心，用心最好不要用心，啊，清楚。所以我们的生念法就用印光法师教的，用三三四的方法，啊，不要用心去记，啊，自自然然的，这个方法非常之好，啊，说此乃知其下者。故云乃至，若能多念呢，则多多益善矣。啊，多念好啊，但是要记住大势至菩萨的教诲，要多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多摄六根是我们平常的功夫，换一句话叫万缘放下。啊，都摄六根就是万缘放下。啊，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在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至少要保持这个。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啊，心地都清净、都平等。啊，用这个心来念佛，句句跟佛相应。啊，佛法里面讲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就是这样的净念，它才相应。啊，有怀疑就不相应。啊，有夹杂不相应了。啊，这非常重要。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要有信心。前几天大同又有一居士来告诉我，啊，他得的是红斑狼疮，跟那个刘素云居士一样，啊，他是个很虔诚的念佛人，啊，看到刘素云的光碟，所以他就决心不看医生，不吃药。啊，发心啊，念佛求往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念了大概三个月，情况就非常好了。啊，本来他满身都是的，啊，以后只剩了几个点。又念了两个月的时候，一个都没有了。啊，再到医院去检查，医院医生说，看到以前的是不是诊断错误了？怎么你的身体样样都很好，你没有一点病都没有啊？真正的例子，前几天来看我，告诉我这种事情。啊，这个什么？这叫真正净念相继啊。
真的幸福啊，你身体都不要了，那生死不管了，念阿弥陀佛了，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，它真管用啊。如果有怀疑的话，这行吗？这念佛能治好病吗？那你赶快去找医生治病。为什么？你有疑惑，效果就没有。啊，一丝毫疑惑没有，就有感应。啊，这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。啊，真心切愿。啊，一定有感应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